管你的事情，你不要跟我啰嗦，你啰嗦老子打死你。你没说老子要老子开你就厉害了，我他妈打哪个老子都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法治社会，老子打你就不是法治社会。买了警服、警棍、手铐、气枪。说句老实话，这个人真的心太黑了，我觉得。他有多起的这个安全事故，那么涉及到死亡的人数是58人，受伤的是200多人吧。这个死人死了过后，就往他嘴里面灌酒。给家属在谈赔偿的时候啊，就说他有责任，肯定少赔。保险公司赔了20万、40万，他给家属几万块钱，不但不赔，还赚钱。他们是几块钱？几块？200多。好，咱们依法对你的人身、你场所、你相关场所进行搜查，请你赔我。7、8个平方的一个暗室里面，那现金就丢在地上。一包包的，一捆一捆的，随意的就丢在地上，700多万。